built a brand new world where we could shine and grow. And now we only have to look towards tomorrow to carry on the dream as far as it will go. Oh, so now we look around us and we see a nation built with love by you and me, a land to treasure. Especially when the road ahead's a rocky one. But if we gather all our courage and conviction and hold our dream up high, the challenge will be won. So now we look around us and we see a nation built with love by you and me, a land to treasure right down to the core. Shine and grow, and now we only have to look towards tomorrow to carry on the dream as far as it will go. So now we look around us and we see a nation built with love by you and me, a land to treasure right down to the core.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So now we look around us and we see a nation built with love by you and me, a land
and to treasure right down to the core. Our home, our heart, our Singapore. Singapore.
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一个月一次的波东巴西所主办的Let's Sing Along With Me。好像已经不止一个月了，我们。对。你们有没有想心灵跟我啊？我们波东巴西的居民大家好。啊，以及线上的朋友大家好。对对对对对对。那其实呢，我很想念波东巴西。嗯。因为呢，一来到呢。就是在还没有这就是lockdown 的时候嘛， uh-huh. 那我们每个月都是最后的一个星期天来到这里跟大家聚会，嗯，然后呢有很多我们的一些很可爱的居民，还有了当然我们的蔡大哥会煮一些很好吃的，啊，对了对了对对对对，然后呢大家可以用餐，嗯，然后呢又可以学歌，又可以听歌，又可以跳跳舞这样子哈。那我们是跟波多巴塞的居民很久没有见，对，但是我跟云香老师几乎每天都见 ，OK， 他已经讲了，哎呀，看腻了，不会啦，其实呢，我觉得这种也是就是人生的一个考验来的，嗯嗯，怎么样去跟人家相处，嗯，对吗，嗯？那其实呢，我觉得云山老师他是一个怎么说？我有一个问号，奇怪，你这么好好先生，嗯，但是呢，没有女生爱上你吗？不可能的嘛，应该是有很多多到你不知道要选哪一个，所以选到现在还没有选到嘞。你好像，是不是？你好像了解我。OK， 好的，这边不过我跟心灵也是感到很荣幸的哈，可以跟我们这么大啊庞大的幕后工作人员一起工作。哎，当然，我们要感谢谁？感谢我们的Mr. 司徒，对，还有我们的蔡大哥，阿爪，对，谢谢我们的波东巴西 Community Club，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到现场与大家交唱。嗯，那我想呢，这一次呢，我们就跟大家。不可能现场互动，但是我们尽可能做到呢，大家喜欢上线来与我们学唱歌。哎，可以知道现在有多少波多巴西的居民已经上线跟我们打个招呼，打声嗨了吗？啊，这个我要开始戴眼镜了。哦，要戴眼镜哈。哎，你们好。有那个 Good morning everybody。Yeah, 好久不见。老师们早上好。早上好。Hello，对 ，OK， 好。那我们呢，现在先来。做一下暖身运动是吧？对，一定要暖身运动。好，好，大家 ，awesome，OK，、okay, 好的 ，OK， 大家可以吗？哈 ，OK， 好的，我们现在左中正右，中正左，中正右，中正左，中正右，中正上，中正下，中正上，中正下。中正上，中正下，中正 ，OK， 肩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向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腰转，左，中正，右。中正，左，中正，右，中正，左，中正，右，中正，嘴巴动一动啊！太久没有唱歌了。然后弹唇，心灵，可以吗？哎呀，大家啊，已经好久没做这动作了，对不对？好，大家呀。花开的时候你就来看我。这首歌在是去年吗？应该是去年的时候。不是两年前，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叫过来，因为我们这边啊，这边是大家唱嘛，所以我们会唱一些歌，大家已经熟悉的歌，大家一起唱哈。对，我们来选一首大家熟悉的，然后呢，比较轻松的一首，我们先来听一下好不好？好，这个原唱。哎，花开的时候你才来，你就来看我，你就来看我，你才能看我。OK， 这么久没来。找到我梦中的辽阔
们教歌的现场，我看到呢有我们波多巴塞的居民，他写着：“哎，两位老师好开心，你们终于回到波多巴塞教唱歌，欢迎你们回来教歌。”对对对对，这样子哈。嗯嗯。啊，我们也是很开心，终于能够呢，虽然不能够就是面对面见到大家，但是呢，能够在线上与大家这样交流，是非常的开心的一件事。而且是现场直播，不是已经录的，哎，所以你们有什么反应给我们哦？啊，我们都会。那其实呢，我就会负责看一下大家的就是留言，然后呢，大家可以尽量的留言，然后呢，如果我现在没有时间看的话，我通常呢就是节目完了之后，我都会再去看一下，因为我们想说把这个节目做好，然后呢，达到互动，对，跟大家互动，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给我们知道哈，然后呢，我们当然有一些已经对于我们很熟悉的，一直有上我们的一些课程的，大家 OK。希望大家呢，这个周末星期天开开心心的。那于山老师通常如果没有教唱歌，礼拜天你都是做你最爱的事情。对，就是什么呢？睡觉。对，睡觉。对，我每次说心里是玩得无门的，哇，我看他的行程哦，昨天还在演出，今天就早上跑来。是。哇，我想说真的是，演艺圈你除非你说你很热忱，是，还有那个 energy 吗？有啊，来的时候就容光焕发的。有啊，那你看我如果就是去年或者前年，从第一次来波多巴塞教唱到现在，没有发觉到我越来越年轻了，越来越年轻，就是那个思想跟心态不一样嘛。我倒是觉得瘦了，对，瘦了一点，是我在饮食上有作为很大的变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那个那是 Facebook 嘛，对，每次都会一年都说你们的回忆哦，对，以前心里对，然后就看到哇，整个好像汉堡包这样噗，但是还是想蛮好看的。OK 啊，来肥水肥水啊。为了为救罪，因为他一旦长肉，他都是好像那个衣服烫过了。没有瘦。那你的意思是讲我瘦了之后我已经不会啦，你也是不会，你也是一点就看不出你的年龄啊，这个看起来还像个四十多岁的小伙子啊。哎呀最近我带妈很好，带妈的时候是带妈的时候，因为通常我们点食物的时候嘛，点食物像好客人的时候，因为现在可以拿，因为点食物你必须要拿。点食物的时候，我在打个阿迪呀，来讲什么？我讲我就不用拿下来了，小弟，阿迪呀，来讲什么 ？OK， 好 ，OK， 好，我们是要来复习一下。当然，花开的时候你就来看我。哎，我们一起跟着歌星唱一次好吧？还是说我们已经可以关掉歌手声音？好。你决定好吧，我们大家一起跟着歌手的声音唱，好，然后过后的时候我们才把这歌手声音删除，好不好？对对对对，准备好了没有大家？因为我们现在在的地方还是非常新，所以是我们还要再做一些调整啊，大家包含 OK， 是 OK。 所以您今天的话已经练了一些舞蹈，哎，我很开心。对，
删除声音。声音的时候，那么就是有那个字幕啊，一起跟那个音乐可以同时播嘛。对他们说，谢谢音响老师，现在音量很好。然后呢，还有说老师们越看越年轻，还有写一个你最喜欢的，就是让你开心一下，因为本来这个时间你应该是睡觉哦，但是来教歌，他说音响老师保养得好，帅，呼 ，OK， 谢谢。啊，当然了，还是有人称赞我 ，OK，Yes，Slimmer、okay, and Younger，OK，Superman、okay, and Wonder Woman， 哈 ，OK， 好的，有这么瘦的 Superman， 谢谢 okay, 好的，我们一起播吧，好，好吧，可以播哈，就看到我们哪好，会看到我们哪这边，当然。Hey, 看到了，看到，看到，看到，连那字幕一起出来。对对对，来，大家一起准备唱。其实呢，这个音量可能刚才的时候会稍微小声一点，因为我们要让大家呢，就是听到那个伴唱音乐。嗯嗯，对。所以呢，现在好了吗？现在声量比较好了吗？对。OK， 那其实呢，非常感谢呢一些同学的留言。
好，那这个时候唱完了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现在就叫一首歌啊、因为好像最近刚蛮红的一首歌嘛，是《酒醉的蝴蝶》嘛，《酒醉的蝴蝶》啊，对了、哦、，OK， 我们来听，我们听一下《酒醉的蝴蝶》嘛 ，OK。哦 ，OK， 听一下《酒醉的蝴蝶》这首歌，好。然后呢，我们看到有同学生很开心，今天还有上课。他们也是讲已经习惯看到我们了，就是、啊，谢谢。糟糕了、啊、如果万一真的是在 Phase 3的时候怎么办？但是呢，还是呢，就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人是非常，所以呢，一定要习惯。对，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原唱《酒醉的蝴蝶》。我们焦哥的现场，酒醉的蝴蝶。对，啊，蝴蝶现在也要开始 喝酒了。他没有力飞了，飞了就跌倒了，好像在醉酒。所以那些酒越来越贵。好的，那我们来看到酒醉蝴蝶。好，那么我们要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准备哈。对 ，OK， 来 ，OK， 我们讲怎么也飞不出。怎么也飞不出，可以看得到他的音符吗？怎么也飞不出。好的，可以出现吗 ？OK。可以稍微再高一点嘛哈，可以，不可以 ？OK， 不可以，哦 ，Sorry，OK， 好。飞不出啊，飞不出哈，已经飞得出啦。可以，只是五个人呐、啊。好的，我们再来哈 ，OK， 好，怎么也飞不出哈。OK， 我们 try OK 啊，啦啦嗦咪哆啦啦，来，心灵来，你好了，那个。
啦啦嗦咪哆啦啦，花花的世界，咪咪瑞哆啦啦，大家，咪咪瑞哆啦啦。OK， 原来我是一只瑞瑞哆瑞咪瑞瑞，喏，瑞瑞哆瑞咪瑞瑞，酒醉的蝴蝶，哆啦哆啦嗦咪咪，大家，哆啦哆啦嗦咪咪。好的，你的那一句誓约，咪嗦啦啦嗦咪哆啦啦，大家，咪嗦啦啦嗦咪哆啦啦。Okay. 你的那一句誓约 ，Ready go。咪嗦啦啦嗦咪哆啦啦，来的轻描又淡写，哆瑞咪咪瑞嗦咪咪，大家，哆瑞咪咪瑞嗦咪咪，却要换我这一生，咪嗦啦啦啦瑞咪瑞，大家，咪嗦啦啦啦瑞咪瑞，再也解不开的结，哆瑞咪嗦咪嗦啦。大家哆瑞咪嗦咪嗦啦哆啦，春去镜前花，咪啦哆瑞咪咪，线上朋友，咪啦哆瑞咪咪，秋来水中月，嗦嗦啦啦嗦咪咪，大家go，嗦嗦啦啦嗦咪咪，来你go，嗦嗦啦啦嗦咪咪，原来我就是那一只。OK， 咪嗦啦啦啦啦，瑞咪瑞，原来咪嗦啦啦啦啦，瑞咪瑞，找酒醉的蝴蝶，嗦咪嗦哆瑞哆啦，大家好，嗦咪嗦哆瑞哆啦，花开的时节，咪啦哆瑞咪咪，大家好，咪啦。啊花开花时节啊，花开花时节哈、啊 okay ，咪啦哆瑞咪咪，大家好。OK， 咪啦哆瑞咪咪，月落月圆缺，嗦嗦啦啦嗦咪咪，大家好。嗦嗦啦啦嗦咪咪，原来我就是那一只咪嗦啦啦啦啦瑞咪瑞，大家好。咪嗦啦啦啦啦瑞咪瑞，酒醉的蝴蝶。嗦咪嗦哆瑞哆啦，好。嗦咪嗦哆瑞哆啦。啊，这边其实这首歌很容易上口了，好不好？对对对，我们要学那个歌，让大家一个月可以很轻松的学一首歌。好的，那么好不好？我们再去到第一行，我们重新来把它音符一起唱下来。Okay， 我们会放慢速度，让大家好好跟，好不好 ？OK， 嗯，这就是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好吗 ？OK 啊、嗯，可以了哈。啦啦嗦咪，我们就放慢速度，大家一起唱好 ，Ready go。啦啦嗦咪哆啦 ，Three and Four， 哎，咪咪瑞哆啦啦，瑞瑞哆瑞咪瑞 ，Three and Four， 哎，哆啦哆啦嗦咪。嗦啦啦嗦咪哆啦 ，three and four， 哆瑞咪咪瑞嗦咪咪，咪嗦啦啦啦瑞咪瑞，哆瑞咪嗦咪嗦啦哆啦，咪啦哆瑞咪咪，谢谢。嗦嗦啦啦嗦咪咪，咪嗦啦啦啦啦瑞咪瑞。嗦咪嗦哆瑞哆啦，咪啦哆瑞咪咪，嗦嗦啦啦嗦咪咪，嗦啦啦啦瑞咪瑞，嗦咪嗦哆瑞哆啦。哦，可以不可以？那可以的话，我们可以直接进到歌词了吗？啊，心灵。好啊。因为你看到后面的反应啊。哦。大家可以吗？其实呢，我们有一个就是在线上交唱的时候，都会跟大家就是互动一下。嗯。那大家如果觉得说我们的进度
稍微快了一点，可以让我们知道。然后呢，如果希望我们稍微慢一点，也可以让我们知道。对的。那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跟我们的波东巴塞的居民哦，在线上交唱。嗯。所以呢，希望呢，大家波东巴塞的一些居民朋友，大家呢，就如果还有很多朋友不知道有这个节目的话，帮我们分享一下。然后呢，其实这个就不能点赞，因为是 YouTube Live， 但是呢，你们的留言绝对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所以呢，希望大家帮我们分享这个好消息出去，是吧？对 ，OK， 好，会多人上线吗？心灵？到目前是183位吧，83位哈、啊，对、哦，我是看到啊、所以呢，这个跟我们的 Facebook Live 就比较不一样。哎，可是我们上线了，没好好多人还不熟悉了，熟悉没事、嗯。其实呢，在这个直播的时候呢，上线的人数不是非常多都没关系，因为呢，这个节目一播完之后呢，你在 YouTube 还是可以看到这一项节目，所以呢，大家还是可以重看的。啊、所以呢，万一你追不上我们呢教的进度的话，大家呢就可以看重播的，然后呢慢慢的去学习。对的。好，那有一些年长的、可能呢就不太会上线，那没关系。其实很多东西都需要去学，包括我自己也在学很多东西。OK， 但是这个应该算容易的，因为他们准备好一个 YouTube 这样按就进去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可以啦。但是还是有一些年长的说，哎呀，我不会。我这个不会，我那个不会，不会，安怎计是不会，你都要学，所以呢就要学，好不好？好学了你都会会，好不好？对，好的，很方便啦。好，我们现在要从头开始，从头，我们唱歌词了吧？好，好的，好的 ，OK。酒醉的蝴蝶哈，怎么也飞不出 ，OK。怎么也飞不出，大家狗。怎么也飞不出，再来一次，大家格。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花花的世界，格。花花的世界，再来一个。花花的世界，好的，我们讲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大家格。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啊！这一段应该可以了吧，线上朋友？是，好的。原来我是一只，原来我是一只，原来我是一只大家狗。原来我是一只，注意那个“一只”有两个音哦，它是原来我是一只 ，ready go。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酒醉的蝴蝶，酒醉的蝴蝶，来，酒醉的蝴蝶，酒醉的酒醉啊，对不起，是酒醉的蝴蝶，它对这两个音我没有看清楚，来，这个酒醉的蝴蝶，再来一次，大家个酒醉的蝴蝶，整个句子好，等一下。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大家个。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你的那一句誓约，你的那一句，你的那一句誓约，大家。你的那一句誓约，来得轻描又淡写，来得轻描又淡写，大家好，来得轻描又淡写，却要换我这一生哈 ，OK， 你的 OK， 却要换我，却要换我这一生，大家好。却要换我这一生 OK， 再也解不开的结，再也解不开的结，大家再也解不开的结，好不好？我们再回去第一行、yeah. OK， 心灵之前就是很少接触这些网络歌曲，对不对？网络歌曲因为太多，
担心有一点跟不上，因为不知道还没有追得上这首，因为又出现另外一首这样子。但是呢，因为最近呢就比较就是习惯了。其实呢，新的东西，然后呢，你愿意花时间去学的，用心学是可以学得到的。OK。好，那比如说我看到有一则留言，他说我已经是75岁了。但是还是只要学就会哈，说没问题。OK， 好的，非常的棒。谢谢谢谢谢谢，继续加油努力，好不好？年龄不是个问题。对，年龄不是个问题，年龄只是一个数目而已哈。OK。OK， 我们再来，怎么也 ready go， 怎么也飞不住 and fall and 花花的世界。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你的那一句誓约来得轻描又淡写，却要换我这一生再也解不开的结。哦 Amy， 你上来好吗？可以吗？可以吗？ Okay. 还是要多唱一次那这一段？好啊，可以吧？可以 啊，因为我们还是有同学不是很熟嘛。对，虽然你们他们讲说一个月见到我们一次，现在好像心里所讲嘛，一个月见到一次，可是 YouTube 每一次每天看一次。好，好，那因为可能有些同学是第一次听这首歌，所以我们还是要给他们一些时间。好的，那些会的就学得更熟吧，好不好？对，哎啊。OK， 怎么 ready go？ 怎么也飞不住 ，and for and 花花的世界。Go， 原来我是一只 and for and 酒醉的蝴蝶， for, 你的那一句誓约来得轻描又淡写，却要换我这。解不开的结啊 ，OK， 好，可以吗？我看到很多 A 了 ，A 在哪？哇，他们也会啊，这边 A 的哈 ，A 的应该是时常有上我们的课程的啊，哎、okay ，非常好，欢迎大家，谢谢，然后 A 哈 ，OK，OK，、okay okay、春去镜前花，对，春去镜前花 ，Ready go， 春去镜前花，再来一次好不好 ？Ready go。春去镜前花，好 OK 啊。秋来水中月，秋来水中月，个秋来水中月。好，我们再来春去镜前花，春去 ready go， 春啊，再讲一起 ready go， 春去镜前花， go， 秋来水中月。原来我就是那一只，原来我就是那一只，原来原来我就是那一只。再来一次，来哥。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酒醉的蝴蝶。大家哥。酒醉的蝴蝶。我们再来，原来哈。原来，来第一个。原来我。酒醉的蝴蝶，哎，应该可以了吧？可以哦。那我们就花开花时节，花开花时节。好，花开花时节，大家go。花开花时节，再来一个。花开花时节，好的 ，OK。月落月圆缺。月落月圆缺，大家go。月落月圆缺。好的，好，好。花开花时节，月落月圆缺，大家go。花开花时节，月落月圆缺。原来我就是那一只，原来我就是那一只。原来我就是那一只，大家go。原来我就是那一只，再来一次，let it go。
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酒醉的蝴蝶，酒醉的蝴蝶。再来一次歌，酒醉的蝴蝶，好不好？嗯，现在可以吗？还是我们从头一起这样清唱下来？刚才我好啊，刚才我们故意放慢了，这首歌是很轻快的啊、哦，所以你们要哎呀，什么抒情也不是，它是快的啊、哦，是是是是，轻快版的。但是放慢大家容易跟哈、哦。好，来、嗯，但我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同学他说，我们这一堂波东巴塞的哈、哦、，Let's sing along with me 是吧、嗯？然后呢，大家一起唱。嗯、那其实呢是在每一个月的哪一周？啊、那其实在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哈、嗯啊，所以呢，他说要就是抽出那个时间，让他自己有空来上这课。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OK，、哦、所以呢、哎、是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嗯，不、啊，之前是我们是面对面来现场嘛？对，现场，但哇，真的是好多人的，几百个人的。对对对对对 对那个互动，那个声势是非常，我跟心里会非常的哇。但是我也有信心，现在呢会有好几千人来上、嗯，因为呢这个没有限制的，所以呢这个好几千啊，当然重播看的也是可以的，啊、所以呢看来看去前面都是五个人。你想象了，想象力丰富一点就可以了。好的、okay ，我们去到第一行好不好？好 ，OK， 好，我们去到第一行，怎么也飞不出 ，OK， 花花的世界、啊、，OK， 好，我们放慢速度啊，先放慢，待会儿我们会放原来的速度。There you go， 怎么也飞不出 ，Three and four and 花花的世界 ，Go， 原来我是。可以啊，对，哎呀，那我们就回去一点，稍微快一点速度可以吗？写 yes， OK， yes， why is it？ yes， 近两百人了，加油，加油，加油， OK， 谢谢，好。那其实呢，我们还是要呼吁一下我们的就是波东巴塞的居民、嗯，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嗯，好不好？因为呢、嗯，你的帮忙会让我们有更多的人来收看这个交唱的节目。对啦、啊啊，你们的分享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哦。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哎，好，好啦、嗯，酒醉的蝴蝶，酒醉的蝴蝶是速度哦。怎么也飞不出，要这么快吗？可以吗？啊，还是要慢点啊。我觉得还是慢一点吧。好吧，慢一点，慢可以。你忘了，还是有很多第一次来、上课的同学。Handbrake 要拉一下。OK， 好。怎么也飞 ？Ready？ 好，我们再来，快一点点的，好吧 ？Ready， 一点点 ，Ready 一个。怎么也飞不出 ，and for and 花花的世界。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你的那一句誓言来得轻描又胆怯，却要换我这一生再也解不开的结，春去尽千秋来水中月，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花开花世界，月落月圆缺，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
的，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吧？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说请问可以分那个歌词给我们吗？我们不懂怎么要去。唯一能做的我想到的就是说你有 Facebook 的话可以去追踪我们云山老师哈，他会呢在那边就是有一些歌谱会在 Facebook 那边跟大家分享。那如果要去追踪我们云山老师的 Facebook 是云山丹、YUNXIANG、啊、然后呢、TAN、不用就是加为友，但是如果想加为友、那云翔老师要看一下看认不认识、那但是呢他会把这些歌谱就是 set 去 public 就是你可以看到的。对对对，下一堂嘛，下一堂我们会放嘛、因为这一堂毕竟它一点点的、稍微跟我们以往的一点不一样，所以我们还在适应、好的，可以。那谢谢。我还有讲多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一些波东巴西的居民如果想加我唯有在 Facebook 的话欢迎，我的 Facebook 名字是 Angie Lau、ANGIELAU、刘心凌、来加我唯有、我都可以、我只要有那个人数不超过5000的我都还是可以加你们。对对对对、然后呢、让我知道你是波东巴西的居民，我会很快的 OK 对，追踪 Facebook 就好了，不要跟踪他，好怕这样。因为呢，加我的话呢，我有什么消息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样。那万一你没有 Facebook， 我知道有一些他们不喜欢玩 Facebook， 对，但是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去，就是呢 set up 一个 account， 因为现在 Facebook 很多 live 的节目可以看，然后呢，所以就不会宅在家里这么闷哈。OK， 好不好？我鼓励你。去 set 一个Facebook， 不一定要 post 什么东西的，因为现在太多节目都是 live 的，大家就可以看哈。OK， 好，来，我们回到教唱歌的这。我现在也是蛮高兴了，有些线上朋友说已经习惯了跟看到我们跟心灵了哈。对，高兴也荣幸啊。好，现在可以吗？可以了哈，就来，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对，原来我是一只9岁的蝴蝶。好的 ，OK。怎么也飞不出 ，Ready go。怎么也飞不出 ，And for F， 花花的世界 ，And for F， 原来我是一只 ，And for F， 酒醉的蝴蝶 ，And for， 你的那一句誓言 ，And for， 来得轻柔又胆怯，却要换我这一生。再也解不开的结，春去尽牵挂，秋来水中月，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花开花世界，越落越圆缺，原来我就是那一只我们可以再教了 吗？最后 那段可以了。那高音那段是吗？对。OK， 好的，可以的。那么就最后呢它是间奏的，我看我们又再唱第二遍的好吧？让唱第二遍，然后接下来就教那个后面的。对，那么这间奏了，那么我们又再回去第一行，对吗？对。好的，心灵最近有没有乱乱跑呢？有啊。也是乱乱跑啊。一直跑来教唱歌啊。OK， 所以我不能说不能乱跑啊，我还是有乱跑啊。但是我就呢觉得说，虽然第二段解封了，但是大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勤洗手，一定要戴口罩。对。然后呢，大家如果去食堂的话，其实呢，还是有一些执行人员来查的，因为我最近有跟朋友去，就是有一些东西要谈，然后喝茶，那用餐，当你在用餐喝茶的时候是不需要戴口罩，但是你喝完茶、用完餐、吃饱了，你就要戴住口罩交谈的。他们真的有来哈，调查看一下 ，OK， 来提醒啊，所以呢，万一没有戴口罩，300块就不见了。
哦，你会不会以为他拿一张账单给你的时候，你以为他叫你签名，你签名下去？啊，我看我应该是那种属于比较听话的那种，okay, okay, 嗯，那听话其实也是好的，因为呢，就是为了你自己的安全嘛。我是这样，好像我跟云霞老师，我们真的是有保持一段的距离啊。这次好像更远了，已经超出了两米啊。OK，那其实呢，这样子呢，因为让大家看到我们很用心做这个防范措施，对，防范措施啊，因为呢，大家保持距离，大家就不会有什么就是那个。细菌感染，对对，所以你不能怨我啊！ Okay, 我没有怨你，OK。所以呢，大家记得勤洗手，保持记得。不，最好就是说，好像也不要乱跑啦，因为有时我去外面的时候买一包饭，我就哇排好长的龙哦。现在对，现在、啊，所以呢，还是尽量不要。哎，这个有没有小赌怡情呢？星期六、礼拜天、星期三，现在。啊，大家很喜欢的。你一直提醒我，已经亏了几十年。OK， 好 ，OK， 好，这样我们唱第二段的了哈。怎么也飞得离歌，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你的那一句誓言。来得轻描又淡写，却要换我这一生再也解不开的结。春去庆前花，秋来水中月，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花开花时月落月圆缺，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这边一完了之后，又再上去他副歌。好 ，OK， 上去哈，就上去。春去庆前花 ，Ready go。春去庆前花，秋来水中月。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花开花时节，月落月圆缺，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然后这边后面就啊，酒醉的蝴蝶，酒醉的蝴蝶。好，最后那句的时候是比较高，对吗？对，哎，对，因为蝴蝶可能飞飞飞要跌倒的时候，突然间又发愤图强又飞起来了。是啊，哎，对了，我们已经超过两百位来 ，OK。那其实呢，我看，因为今天我们稍微要比较不一样了哈，是不是？因为我们要抓紧时间，对吧？啊，对对对对。然后呢，要让大家跟住那个伴唱一起唱。对对对对对。那因为我把这个拿开，是因为我要开始有一点舞蹈啊。你没有告诉我，我带那个蝴蝶的衣服给你穿。啊，我不要了 ，OK， 我不要做花蝴蝶。我有，我都会办。我要把这个拿掉了 ，OK、啊。但是呢，因为对也拿掉、啊。那因为呢，一向来我需要戴眼镜，因为我坦白说，我不是什么花，但是我有一个很外号叫老花 ，OK， 老花，因为需要戴眼镜才能看得到很深啊。不是，我听说你很会花、啊。OK， 花钱的花是吧？啊，哎，那所以呢？播女生版本的是吧？播女生版本比较快，是播男生版的，因为他 key 的关系，女生版、都可以。那如果男生版的话，就你代唱，我来 okay, 我来 okay, 动一下好。但是如果女生版，我就要看一下，然后一唱一下。好，女生的 okay, 好，她的速度会非常快。OK， 那因为这一个我们就稍微不一样，那如果去别堂课就不好，整天要我跳舞了 ，OK？ 因为这边他也是要冲到五百，他说他冲到五百他才要，没有，因为这边是比较不一样啦，坦白说好的，对啦， okay, 好，对，来，好的，我们可以吗？要看了我们来一起哈 ，OK， 我们怎么也飞不出，记下子哦，可以吗？可以，同志们，
可以。那个歌词还是要出现好吗？好，可以的啊。好 ，OK， 怎么也飞不出。这么快吗？哇，好像快、啊。哦，这么快的哈 ，OK， 好。那你 disco 嘞？不是男生版那些吗？不，你要男生版吗？因为他等一下他 key 的话，他 key 的话，我们还不熟他的 key 的关系、啊。OK， 好。啊。OK，rewind、okay, 一下音乐好吧。好。麦克风不要大声，可是音乐可以稍微大声一点吗？对，音乐稍微大声一点，我听不到。麻烦了，我们的调音师，谢谢。麦不用紧，麦因为它有回音，我们顺过来。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你的那一句誓言来得轻描又淡写，却要换我这一生再也解不开的结。春去尽天花，秋来水中月，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花世界越落越圆缺，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 OK， 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你的那一句誓言来得轻描又淡写，却要换我这一生再也解不开的结。春去尽天花，秋来水中月，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这首歌就唱三遍，女生，所以有些人啊，有些女生说，哦、我要唱三遍去卡拉 OK， 可以唱三段，男生的那个是两段半啊。怎么也飞不出，好，回到地上。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你的那一句誓言来得轻描又淡写，却要换我这一生再也解不开的结。春去尽天花，秋来水中月，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花开花世界，越落越圆缺，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这是男生版本的吧？女生可以吗？跟得上吗？可以啊、现在轮到男生啊、男生我就坐下来了。啊，你刚才不是说你要 在旁边帮花蝴蝶？啊，我不会看他靠近哦。啊，男生呢？因为呢，这个，对，没关系，就播吧。因为云山老师代唱，这个就比较慢了。来，因为那个男生太肥了，飞不动。但是我会要求他音乐大声一点好，因为左耳一点点的，哎，麦不需要带大声，保持给他。
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你的那一句誓言来得轻描又淡写，却又换我这一生再也解不开的结。春去尽天花，秋来水中月，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花开花时节，月落月圆缺，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来喽，男生，懂我的没？唱。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你的那一句誓言来得轻描又淡写，却又换我这一生再也解不开的结。春去尽天花，秋来水中月，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花开花时节，月落月圆缺，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春去尽天花，秋来水中月，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花开花时节，月落月圆缺，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酒醉的蝴蝶，可以啊，可以。男生唱完了呀，我们这一堂课很快的要下课了。这两个对对对对，哇啊！那其实呢，今天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啊，因为呢，我们之前在这个就是别的班级是吗？对啊。波东巴西哈的时候呢，教唱都是在大礼堂，然后呢就有跳一些舞，所以呢今天就决定呢稍微在线上做一下这个动作哈。那希望呢我们波东巴西的居民都会想起之前我们上的那些课程。那今天要感谢谁？当然感谢我们的波东巴西 Community Club， 让我刘心凌 Angie Lau A N G I E very good， 让我云翔 K C 蛋。Also very good、哎。来到线上教唱，真的非常感谢。还有呢，感谢我们的 Mr. 司徒先生，还有我们的蔡大哥、啊、非常感谢他们。还有我们的幕后英雄吧。当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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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站天幕后很多英雄。OK， 那呢，我想呢，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一堂波多巴西的教唱的话，我们要下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再见喽。那希望呢，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Beautiful Sunday。会想我们吗？会。会。拜拜。拜拜。可以了。可以。可以，谢谢。